不要，你碰。没想到他们两个人真的想起来了。难道老板当时给陆小凡起讹公仔就是为了这个？鄙人那个时候是不太确定，如果他们两个人想起来了，是不是可以跨过规则的限定，从而不再受回荡的影响，而典当行则因为爱和记忆的流逝能量降低，从而影响到更多的记忆，被铃铛困在其中，留回人的身上。若不修补，典当行则岌岌可危，甚至有可能崩塌。为什么你变成了色盲？因为我去赎道了。以后别干那么傻的事儿。你才傻呢，为了救我的命吃了那么多苦，而我只是变成色盲而已。那也不行，只要我在你身边，我就不想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怎么，我自己的命我自己还做不了决定了？当然不行，你都不知道你那时候一次次的典当，一次次消耗自己生命的时候，我有多着急多生气。那你呢？你一次次救我，一次次让自己在危险当中，我也很生气。你不是也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吗？我哪儿管得了那么多啊！我当时就是想让你好好生活。什么叫你哪儿管那么多？我需要你管吗？你管好你自己吧，小屁孩。对我那么大声说。行了，行了啊，都多大的人了，在楼下都听到你们吵架。妈。阿姨。小洛，别闹别扭了。你俩握手言和吧。干嘛呀？啊？还让我亲自动手啊？妈，我俩又不是小孩了，还什么握手言和啊？你都不知道他刚有多过分，他竟然很……阿姨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小洛，从现在开始，前尘往事一笔勾销。
记忆回来了，梁淑花果然枯萎了，我们不用再害怕回荡了。我真的好高兴啊，我们终于可以摆脱典当号，踏踏实实的重新开始了。嗯，再也不典当了。我肚子饿了，没吃早餐。就知道吃。你今天买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啊？你准备做什么好吃的呀？不是你这样弄着我，我怎么做呀？你是大厨，你行的。我要吃这个。哎呀，饭怎么滴水了？地上都是。擦一下不就完了？你小心点儿！灌水！罔顾典当行的规则，出手干涉世间的事儿呢？我不这么做，他怎么回来典当？怎么继任长公？不继任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真的想像你爱吃的那些烤串一样，被烧成焦炭？那也不能伤人啊！你再这样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好了，你别管了。只有按照我的法子来，典当行才有救。哎呦！啊，对不起啊。你自己擦。哎。你觉不觉得刚才那个事情有可能是回荡？说真的，我们能不能不要再去想典当行回荡？我知道，其实我三年前就应该死了，还好有你。去典当行为我争取了时间。典当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消失。现在我只想好好跟你在一起，我们能多在一起一天，就是赚一天。